一身黑色西装亮相，笔直身形，英俊脸庞，尤其一笑就迷倒众生的笑容，在《鱿鱼游戏》中饰演卧底而爆红的韩国男神魏谷俊，终于降落台湾。金后甲，金后甲。现学现卖，功台艺，还跟欧雄互动尬猜拳，猜赢了就可以品尝台湾点心，真的非常好吃。我们不爱放。本来也是就很喜欢吃小笼包，真的很好吃。直呼小笼包超好吃。魏谷俊这次担任韩国市场台湾观光代言人，先是去龙山寺等等知名景点打卡拍照，人都快比风景还要养眼。另外，他也分享自己最想吃台湾美食。그리고망고빙수를너무먹고싶었는데먹을수있는시간이없어가지고다음에꼭먹도록하겠습니다。想吃什么，通通买给你。而魏谷俊也被誉为韩版许光汉，被记者问到感想如何，害羞表示，其实他也很想跟许光汉合作。저도되게좋아하는배우이기도하고상견인도재밌게봤었고기회가된다면언제한번같이한번만나서 대화도나누고사진도한번찍어보고싶습니다。而魏谷俊参与其中的《鱿鱼游戏二》也因为要保密不能多说，只希望欧巴这次来台湾有品尝美食，看看美景，收获好心情，继续回韩演戏。八大新闻林文赖成伟台北采访报道。锁定八大民生新闻，记得按小铃铛哦。